这边是吧？啊，这里是吧？啊，好的。那个非常感谢大家在周末抽出这个宝贵的时间来参加我们这个 COC Asia 2024大会啊！我是史超峰，我也是 Apache 的会员啊。我以前是最早是从 Apache Killing 啊，我是 Killing 项目的 PMC Chair， 然后也是这个孵化器导师，然后也参与了先后参与了很多个多个 Apache 项目的这个孵化吧。那么包括就说今年吧，今年就有好 Red DB， 我看上面时序数据库上面也有分享，然后 Gluten 这么一个 Spark 向量化执行的这个框架，那么然后再包括现在的这个 Gravitino 这个项目啊。那么我目前是在Data Stridle， 也就是 Gravitino 这个项目背后的一家大数据公司担任 VP Engineering。 那么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背景。然后关于 Gravitino 的话，刚刚立冬也介绍了，它是一个 Apache 孵化器的一个新项目，它是在6月3号刚刚才加入到 Apache Incubator 的。然后这次的这个 COC 大会实际上相当于是我们这个 Gravitino 项目第一次亮相于这个 COC 大会。然后昨天就有小米的同学分享了他们怎么样来使用 Gravitino 在这个Data Lake and 这个 Data Warehouse 的专场。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肖静同学分享了，就是说 Gravitino 的内置的这个 Iceberg REST Catalog， 可能有些同学参加了那么如果没有参加的，那么之后也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些视频进一步了解。那么我的分享就比较的偏基础性一点，就是说回顾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发起这么一个 Gravitino 这么一个项目为什么还要把它在比方说贡献给这个 Apache 孵化器。那么这是我今天分享的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一个agenda。那么分这么4-5块。那么第一块就是我们先快速的 brief 一下这个数据烟囱，也就是 data silos 的这个历史然后为什么我再介绍一下为什么现在最主流最流行的这个 lakehouse 架构它并不能够解决这个data silos 的这个问题这就引出了我们要做 Gravitino 这么一个项目的这么一个背景。然后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下 Gravitino 项目的这个一个架构设计以及它内部的这个元数据结构然后接下来我分别介绍几个场景可以用到 Gravitino 这么一个统一元数据的这么一个场景然后最后我会快速介绍一下它的这个use case。那么关于数据仓库、数据湖这个历史，我觉得可能不用多说了。那么昨天我记得楼上这个 Data Lake 的这个专场，来自于 Cloudera 的这个Product Director Jeff 也专门介绍了这个从对吧传统的数据仓库，再到数据湖，再到今天 Lakehouse 的这么一个架构演进的历史。他在企业里头为了解决的问题，无非就是帮助你打破数据烟囱，把数据能够放在一个地方。然后来做各种的这种分析，来满足业务不同的这个需求和场景，因为需求也在不断变化，然后数据量啊，数据的这种格式啊，数据的这种layout 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所以逐渐演进到这个 lakehouse 那么 lakehouse 它是基于比较典型的基于云上的对象存储，然后再结合一些比方说 table format 或者说数据湖 format 来实现 ACID， 实现这个多版本，实现这个 time travel 那么对上的话呢，它能够服务于不仅是传统的 BI， 也可以服务于这个比方说 AI machine learning 的场景，对吧？用一份数据来满足各种的要求，同时能够比方说实现一个数据的隔离啊，数据的这个避免数据脏读等等它是时下最流行的一个技术但是从Data silos 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 lakehouse 它并不能够解决这个 data silo 的这个问题主要的原因在于首先今天这个整个的一个数据架构它是一个非常的野，虽然说相比于过去可能已经集中到少数的这个云厂商这么几个，但是依然还是有不同的这个厂商的这个体系比方说在国外可能典型的三朵云，亚马逊微软还有这个 GCP， 但是国内会有阿里云、华为云、腾讯云金山云、百度云等等，还有一些这种私有云，所以数据依然还是割裂在各个的这个云上。然后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随着这个各个国家对这个数据安全的重视、数据隐私的这个保护，
对吧？有欧洲的这个 GDPR， 有中国有数据叫隐私数据保护法，对吧？数据安全法，那么都使得企业它的数据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统一收集放在一个地方去管理，数据必须是在哪里采集，在哪里落地管理来避免，就是说这个数据的隐私，特别是隐私数据的这个拷贝，所以这就导致数据烟囱依然存在。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数据我不能拷贝，不能够，比方说把它放在一个地方。那么元数据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统一管理？其实元数据是一个可能很多时候被我们忽略的，但它又是非常重要的。相比于数据来说，元数据体量要小很多，但是元数据的重要程度却要高很多。那么这里是一个例子，就是说特别是在我们有今天数据湖，比方说 Hadoop 的 Data Lake 的元数据，那么通常是在 Hive MetaStore 上做管理，对吧？然后还有这个传统的这个Data Warehouse， 它的这个元数据可能又在它自己的这个有自己的这个 built-in 的 catalog 那么对于流式的这个消息，比方说 Kafka 的这些消息队列，他们一般可能又会有一些叫我们称为叫 Schema Registry 的这个东西来做管理，来服务然后对上的话呢是不同的引擎来使用。那么到现在 AI 的这个年代，我们又发现又有更多形式的这个数据出来，特别是这个半结构化还有这个非结构化的这个数据，它们一般是文本或者 PDF、HTML、Word 等等那么以及一些大语言模型还有这个向量数据，那么它们也是有它自己的这个元数据，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它的数据资产的种类比以前大大丰富，然后分布在各个地方。那么但是你想，当你的用户要来找一份数据，或者说你的这个 CIO CDO 他让你出一份报告的时候，你却没有一个地方统一的去管理这个元数据。所以在当下，那么一个统一的一个元数据管理平台能够服务于各种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还有传统的 BI， 还有包括现在 AI machine learning 的场景会变得尤为重要。那么再回到这个，我们来看一下Lakehouse 的这个 leader 厂商那么如果说大家熟悉 Databricks 对 Databricks 也是市场上最早喊出这个 Lakehouse 架构的这么一个厂商，而且它会在践行这个架构，使这个架构不断的变得更加的 strong， 更加的稳定，更加的丰富。那么在它的架构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它最中心的一个核心的地方，它称为叫Unified Governance， Unified Data，已经实现了 Unified Data， 那么下一步它会去实现这个 Unified Governance， 就是统一的数据的管理和治理。那么上个月六月份我在湾区参加了这个 Databricks 年度的 Data and AI Summit， 然后我当时感触很深的就是他讲的最多的就是怎样对数据企业对数据做统一的 Governance。 那么在这次大会上，然后Databricks 也重磅开源了他的这个元数据的一个核心产品叫 Unity Catalog， 也就是这个右边这个架构图上最顶上的他认为一个统一的元数据目录是你践行统一的这个管理和治理的一个核心。比如说你如果不能够把你的各种的这个数据元数据统一管理起来的话，其实你就没法去落地数据的这个治理和数据的管理。那么这是他的这个 Unity Catalog 那么我们再回到市场上，就是除了Databricks 的 Unity Catalog， 其实我们会看到各云厂商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一个Data Catalog， 比方说大家知道比较早的就是这个 AWS 的 GLU Catalog， 那么 GLU 是最早，其实是 AWS 是最早把这个 Hive 的 MetaStore 变成一个 SaaS 化的一个服务，并且兼容Hive MetaStore 的这个协议，然后把它搬到了这个云上，然后围绕着 GLU Catalog， 它打通了整个的数据的一个数据的一个交互，比如说它的这个 ETL， 它的这个数据的处理都是围绕着 GLU Catalog 来做的。比如说，如果你没有一个 centralized 的一个Data Catalog， 其实你的很多事情就没法去展开。那么以此后来的话，像Microsoft 还有 GCP 也都推出了自己的一个 Catalog 产品那么GCP 我注意到就在一两周前，那么刚刚宣布了它的这个Catalog GA 然后而且它会它的这个拳头产品叫 BigQuery 直接支持它的这个Catalog 的产品。
然后上个月还有一个重大消息，就是 Snowflake 在他的年度大会上宣布了他会开源他的 Polaris Catalog。 那 Polaris Catalog 是follow 这个 Iceberg REST Catalog 规范的一个企业级的 Data Catalog， 但是他的 Source Code 目前还没有出来，他宣布会在90天之内，也就是三个月之内把它给 Open Source 出来。那为什么突然之下，就是说在上个月同时 Databricks 和 Snowflake 都开源了它的 Catalog 产品呢？那么足以可见，就是说当这个数据的Lakehouse 发展到下一步的话，这个一个 Open 的 Catalog 他们认识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组件，一个环境。但是那么可能大家会看到，就是说这些东西他们都是具有比较强烈的一个厂商色彩，也就是说AWS 的 Glue， 它 Glue Catalog 它不是 Open Source 的，所以你不能直接用它，对吧？ TCP Microsoft 他们也都是闭源的。那么 Databricks 虽然说开源了它的 Unity Catalog，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它的 Source Code， 它是一个非常简化的一个版本，可能在 API 上跟它现有的这个平台上的 Catalog 是兼容的，但它并不是一个你可以直接拿去使用的。那么并且依照我们过去对 Databricks 的了解，它在开源项目上的把控力是比较强的，像 Delta Lake， 那么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对吧？就外界贡献其实很难进去合并进去。所以我们Datastrio 在去年我们在做这个市场调研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预见到 Data Catalog 那么将会是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件或者说领地吧。那么而如果我们再去看 Apache 我们有丰富的在 data 领域有丰富的这个组件，是吧？有存储，有引擎，有各种的框架，但是在 catalog 领域可能我们只能拿得出Hive catalog， 但是 Hive catalog 它又是一，它是 Hive 的一个内置的一个组件，二它跟 Hive 它只管理这个Hive 的 metadata， 也就是说还是更侧重于这个传统的关系的这个 metadata， 它不能够容易的扩展去支持更多的其他形态的数据。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建立一个 open 的data catalog 对于实现下一步的无论是这个 data fabric 还是 data 和 AI 结合，那么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发起了这个 Borigino 这个项目，它可以帮助你，主要第一点是获得对你所有的数据获得一个全局的视图，然后来实现一个 single source of truth，就在这个平台上你可以了解你最核心的这个数据资产，但是数据并不意味着它你要把它要汇拢在一起，然后在这个平台上你可以实现一个集中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治理，数据管理，无论是权限呀，还是各种的各种这种比方说 PI 的这种管理等等，还有这个数据发现呀，数据血缘，数据的审计 audit 等等。那么我们把这个称为也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 Metadata Lake， 简称为 Meta Lake。 那么这就是Gravitino 这个项目的一个愿景，它希望能够帮助企业来打破这个数据烟囱，实现一个数据统一的一个集中化的发现和管理，然后促使一企业可以实现 Data Fabric， 也就是 Across 不同的这个数据我可以做到所见即所得，就是我有什么数据我就可以轻易的去访问它，那么以前我们也称为它比方说数据虚拟化呀等等。那么第二一点的话呢，在现在这个 AI 大模型起来以后，那么很多人希望通过 AI 来帮助我们去发现去寻找我们的数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原数据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 AI 要想去能够理解你的数据，它需要原数据，需要你给它一些这种核心的这个语义的信息，帮助他理解你数据的含义，对吧？那么有了 Gravitino 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大模型就只要跟 Gravitino 进行对接，就可以获取你所有数据的这个原数据。那么在前不久，我们刚刚前两天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 blog， 就是怎么样结合 Gravitino 和 Llama Index 去做一个实现一些复杂场景的这个 RAG， 因为今天 RAG 是一个非常火，但是其实 RAG 很多时候还没不能够直接拿来使用，主要在于 RAG 里面的这个数据的检索，它还是主要基于这个向量，基于这个语义去做检索，它其中不涉及对这个比方说我们大量的这种核心的数据、结构化数据的这个处理，但是引入这个Gravitino 之后，我就可以实现可能这一点可能，
然后这个博客也将会发布在这个拉玛 Index 的这个官网上，啊，大家敬请期待。啊，那么这就是Gravitino 这个项目的一个架构图，啊，那么在右边的话是 Gravitino 的Gravitino 对于外的话，我们会提供一个统一的一个 RESTful 的一个 API， 然后这个 API 让你可以去对元数据进行各种的不只是查找发现，还可以去做一些操作，包括你可以创建可以修改可以治理你的这个元数据，然后它接入的这个数据源也是比较丰富的，除了这个 data lake data warehouse 还有RDBMS 这类偏传统的结构化数据啊，我还可以管理这个非结构化数据啊，还可以管理这个 messaging 消息队列，那么下一步还会计划对这个 vector data 以及这个 AI model 进行一个纳管。如果大家熟悉那个 Databricks 上的这个Unity Catalog 的话，就会比较了解，它会把它各种的这个数据的核心元数据都会注册在 Unity Catalog 中，这样的话呢，再通过比方说它的生态工具就可以直接去做这个互操作。然后另外的话 Gravitino 我们也目标是可以支持这个 GO Distributed 的 Deployment， 也就是说它可以去跨集群的这个部署，然后形成一个元数据的一个联邦，这样的话呢，就说因为我们知道元数据的访问往往是比较高频和低延迟的，所以希望把它部署在离你的这个 data source 更近的这个地方，然后同时的话呢，他们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元数据层，这样你在一个地方接入然后进行查找，就可以发现到你位于多云多 region 上的这个metadata。这是Gravitino 内部的一个 data model 那么我们把这些元数据都会按照一个三段式叫 catalog schema 再结合一个 entity 去进行一个管理，你可以自己创建不同的这个 catalog 分这么几类，有这个table 有表类型 table 的这个 catalog， 也有这个non-table 也就是这个 file 的 catalog，那么还有这个 messaging 的 catalog， 那么未来下一步还会再开发这个 AI model 的 catalog， 然后所有的你用三段式的这个名字就可以代表它，然后进一步在 Gravitino 中去获取它进一步的这个 metadata， 然后用这个三段式也有个好处，就是我可以 across 这些 catalog 去做一些统一的制定一些规则，比方说权限的规则比方说这个序源，这样的话我的数据序源不光是比方说在一种类型中，我可以是 across catalog， 然后我的权限也可以比方说给一个人赋予权限的时候，我可以赋予多种类型的这个数据源的权限，然后Gravitino 的 metadata 那么会有专门的一个存储，那么它有这个 KV 的存储，也有这个关系的存储，然后为了支持一些比方说一些 legacy 的应用，比方说 Iceberg， 我们提供了这个 follow Iceberg REST API 的这么一个接口，也就是说它是另外一个我们的 REST endpoint， 然后以 Iceberg 的这个协议接入进来，然后你的客户端 Iceberg 客户端其实你只要改一个类型改成 REST， 你不需要安装Gravitino 的任何的 library 就可以把这个 Iceberg 的 catalog 信息给推送过来，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做一个统一的纳管。那这是它对于这个 tabular data 和 non-tabular data 的这个支持的不同。那么对于 tabular data， 也就是说表格数据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支持三种引擎 ：Spark、Flink， 还有这个Trino。那么其实 Trino 和 Spark， 你可以快速的通过我们的有一个基于 Docker Compose 的一个方案，可以快速的体验。然后我们开发了针对他们的这个 connector， 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在这个Trino 和 Spark 中其实只要配一个 data catalog， 也就是 Gravitino 之后，你就可以对你的多种的这个 catalog 数据做一个统一的访问，通过 SQL 来访问那么熟悉比方说 Trino 的同学大家知道 Trino 是支持多种数据的一个联邦的访问，对吧？但对于每一种类型的数据你都要去配一个 data source， 对吧？那么这种配置一比较繁琐，二一个它安全性不高，因为在每一种 data source 上你都要去配它的一个 URL， 配它一个用户名密码，对吧？那你想你如果有很多用户要用 Trino 的话，那其实你就要把很多这种关键信息暴露出去，但用了 Gravitino 的话，其实你在 Gravitino 中把这些元数据都管理好就可以了
然后车用那边只要连轨，听到我就可以获得对多种数据的这个访问。那么同样也是 Spark 也是这样的。那么对于 Flink 的话，其实 Flink 我们知道 Flink 里面没有这么一个比方说对于流式数据的一个 catalog， 那么往往都是比方说用 Flink SQL 你要去创把一个 Kafka topic 对吧描述成一张表，然后接下来对这张表去做操作。那你的程序结束以后，其实这张表它的这个也就消失了，那下次你还要再做这个。那么用了 Google Kindle 之后，其实这种表我可以把一个 Kafka topic， 其实它就会有了一个名字，它有一个 schema， 那你在 Flink 中就直接上来就可以用就可以了，用户不用重复的去定。那么对于表格式的数据化，昨天下午那个小米的裴电同学介绍了他们怎么用这个。比如说对于non-tabular data， 也就是这种文件数据化，过去往往是缺少这个治理和管理的，这些数据往往就随便存在，比方说 HDFS 或者说对象存储地方，然后呢可能维护一个 Excel 表格记录下哪个数据在哪里，对吧，下次的时候再去找。其实久而久之，一你的数据可能靠来靠去的，你都不知道去了哪里；二一个你也不知道哪些数据在用，哪些数据没在用，所以你就很难去做下一步的治理。比方说你想去清理一些不再用的数据，比方说你会把你想把它再搬到另外一个冷存储，其实你都没法做，因为你不知道用户谁在用谁没在用，是吧。那么现在有了 Gravitino 之后，我们可以在 Gravitino 中去定义一个叫 file set， 它等同于那个 Databricks 里面的这个叫 volume， 啊，也就是说对这个 file set 它会有个逻辑名，它底下是一个实际的存储，但是用户在用的时候，它就根据这个逻辑名去访问就可以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数据平台部门就可以对这些数据做一个管理治理。比方说有些数据去冷以后，就可以把它move到这个冷的存储上，但是逻辑名是不变的，所以用户他即便来用，那么依然还可以来访问，对吧。还有就是比方说有一些去冷的数据，或者说很久已经没用的这个数据，我或许可以把它删除掉了，对吧。那么通过这个 file set， 我就可以知道它的一些 auditing 信息，从而可以支持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此外还有权限管理啊等等啊，这些就不用赘述了。那么它也将会支持不同的这个存储 ，HDFS 啊 ，S3 Azure Data Lake Service， 还有Google 的这个 Storage。那么有了 Gravitino 之后，我们就可以从而可以构建这么一个统一的一个元数据层来。那么你的整个 data pipeline 上面的这些工具都可以来跟 Gravitino 相互来交互，对吧，避免比方说在这个阶段用原数据放在那里，在下一个阶段又用另外一个地方。那目前这些组件包括Spark Flink 还有已经支持了，然后数据源的话 PG Iceberg 还有 MySQL 已经是支持了，那么还有 Hive 也是支持。然后在这个BI 工具的话，那么Superset， 那么结合着像 Trino 引擎完全没有问题。然后目前也在做这个 TensorFlow PyTorch 跟这个 Gravitino 结合，也就是说以后你在写一些这种模型训练的任务的时候，直接可以用相应的 Python library 来加载在 Gravitino 中定义的这个 FileSet 这个元数据。那么接下来是第四个环节，就是我介绍一下它的使用 Gravitino 以后的典型的几个场景。那么第一个场景就是你可以使得你的 data team 和 AI team 可以更加无缝的一起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时候这两个 team 往往是割裂的。那么 data team 它有它自己的这个技术栈，比方说 Spark Flink whatever Hive 等等，对数据做各种处理。但是处理完以后这个 data scientist 的团队它需要的时候，往往他需要 data engineer 去把数据做一个导出，比方说放到某一个存储上，然后再把路径告诉这个 data scientist。那么对于 data scientist 来说的话，导出这个数据他是不知道他的过去的一个比方说血缘他是怎么样被加工出来的，逻辑是怎么样的，对吧。那么有了 Gravitino 之后的话呢，那么tabular data 和 non-tabular data 都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发现，然后他们之间的这个血缘也就可以从而是被串起来，而且权限做一个统一的管理，那么不再需要两个平台或者说分别的这个平台去管理这些事情。
那么第二个场景就是啊、那么我现在可以对多种的这个数据做一个统一的一个纳入啊、避免一些啊、比方说可能的一些数据的、数据的泄露啊、数据权限的这种管控的不严，因为我在一个平台上就可以做权限管控啊。那么关于权限管控这一块也是比较有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比如说过去不同系统有不同的这个权限，它的权限模型往往不一样，那么 GoRaw 经常会引入一个统一的权限管控模型，比如说用户只要在 API 层面使用 GoRaw 经常的这个权限管控设置，那么GoRaw 经常会把这些权限的这个策略会转成不同数据源的这个权限策略，把它给下推下去，这样避免就是说那么数据比方说未经授权的这个访问。那么对于用户来说的话，它使用起来也会变得更加简单，它只用了解一套上层的这个权限模型。那么第三一块就是这个数据 agent。今天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大语言模型，我们经常需要它去做，希望能探索一些新的这个场景出来。那么很多企业也都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我把过去的这种结构化数据通过 test to SQL 的方式，那么暴露给大语言模型。那么这就存在一个大语言模型对这个结构化数据的语义理解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通过这个 Gartino 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原数据那么统一的暴露给这个大语言模型啊，从而助力你开发一个更加高效的一个 data agent。 那么相关的这个 Tiger Blog 已经发布在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官网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介绍Ucase 两个场景，都是来自小米。那么昨天小米的这个裴健同学做了一些分享，就是主要是关于这个FileSet 的这个风险。那么其实这两个 use case 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已经是提前发布出来。那么第一个场景就是小米使用 Gartino 之后实现一个统一的用户权限的一个管控。那么小米的内部的话呢，首先它有很多的数据源，也就是说它既有 Hadoop 上的这个数据，对吧，然后也有它的这个流式的数据叫 Talos Top， 还有一些典型的数仓的数据，他们今天主要放在 Doris。 然后呢小米的业务团队又比较多，然后用户很多，这些用户的流动性变动性又很多，然后经常会有人入职又有离职，又有人比方换 team， 对吧，所以每次来访问这些数据的时候那么这些权限的管控会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小米最后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使用这个统一的原数据来对这些权限做一个把控。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在中间层它对这些用户的管理会有一个叫 workspace， 所谓 workspace 就是一个工作空间，对吧，它代表了一个比方一个产品对这个数据的这个访问，然后呢会把用户根据需要加入到 workspace 中，然后当用户进入到一个 workspace 以后，他就拥有了这个 workspace 对其他数据源的这个访问的权限。然后对于一个 workspace 对下面的数据的访问，他会创建一个称为叫 mini account 小账号其实它是一个 shared account， 也就是说它对这个 workspace 下的所有人是 shared 的，但是所有人都可以用这个 mini account 来访问，代表这个 workspace 来访问数据。然后但是它对不同的数据源又会去创建不同的 account， 因为不同的数据源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认证体系，对吧。那么对这些人还有这个 workspace 它具有哪些这个权限的管控，那么是通过这个原数据层来做管理，也就是中间的这一层 Unified Metadata Manager by Gartino 然后它会把这个在 Gartino 中设置每个 workspace 对每个数据源的访问权限，然后呢会把它落到这个Ranger 中，然后之后用户来访问的时候，用户会转成这个 workspace 的 ID 来访问这数据源，然后在 Ranger 中健全通过以后，然后相当于是再换成这个 mini account 对下面的这些数据源进行一个访问，这样达到一个折中，既避免比方说过细力度的一个权限的管控带来的复杂度，又避免就是说未经授权的这个数据的访问。那么这个也有小米有相应的这个 tech blog 发在InfoQ 上。
然后第二个场景就是对于这个 data 和 AI 的资产的一个统一的管理啊。那么它这里主要讲的是这个 AI 的这个资产，也就是说 AI 的资产数据资产主要是文件，因为它的格式并不像啊结构化数据过去的，比方说有各种的数据库啊这种这么成熟，是吧？然后这些数据呢可能分布在各个地方，那么导致他们难以追踪难以管理啊，也有可能有一些数据的泄露。那么现在他们都在把它转成这个 Grotino 的 Fileset， 也就是说会变成一个逻辑的一个名字，屏蔽掉底层实际物理的这个存储位置，让业务用户换成通过这个逻辑的名称去访问这些非结构化的数据。然后为了实现这一点的话呢，他们还实现了一个虚拟文件系统，叫为 Grotino Virtual File System， 简称 GVFS。 然后这个 GVFS 其实你只要输入这个 fileset 的逻辑名称，然后它就会内部会自动把它转成这个物理的这个地址。然后为此它实现了有两个实现，一个实现是基于 Hadoop 文件系统的实现，这样主要是用于这个大数据处理的场景，像 Spark 呀、Flink 等。然后第二个实现是基于这个Python 的这个 FSSpec 的实现，这样主要是为这个 AI machine learning 的场景，这样的话他们在一些 AI 的这个框架中就可以，只要简单换一个文件系统的实现，就可以来访问现有的这个非结构化数据。然后在底层呢，它就可以对这些数据metadata 进行一个治理管理。比如说典型的几个例子，比方说它可以看到这些 fileset 的使用情况，然后有一些数据如果说很久已经没有人访问了，他就会把它目录到一个冷存储上去，然后目录完以后，他会再把这个 metadata 会换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对用户它是无感知的，同时的话起到一个降本增效的，他把他的这个热数据比方说热存储 HDFS， 相当于也可以把这个空间让出来，让给后续的这个使用。还有一个就是对 TTL 的管理就是他对于有些数据，比方说很久没有使用，他就可以删了，或者说把它把它的备份数再减少等等。那么Grotino 是去年我们开始开发的，然后到今年社区在不断的这个增长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star 数，特别是到了这个六月份，因为我们一个是进入到 Apache 孵化器，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 Databricks 的这个年度大会的时候，他们宣布开源了这个 Unity Catalog，然后大家也会找这个相应的一些对标物，就找到了 Grotino， 所以这个 star 数快速的增长然后我们在生态中也发展了很多的这个合作伙伴，它已经支持了这个 Trino 的引擎，支持了 Spark 引擎、Flink 引擎然后我们在跟 Trino 也有一些这种接触，然后也支持 Iceberg 的这个表格式。下一步的话呢，社区用户也提了像 Pymon 啊、Kudi 啊这样格式的这个支持。然后在这个生态上也已经支持了 Ray 和 PyTorch， 他们可以接入到 Grotino 中来。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些今天的一些社区的用户比方说包括美国的 Local TV 然后 Pinterest、eBay 然后包括国内的 Flywheel 腾讯还有小米。那么腾讯的话呢，会在它的这个下一代大数据平台中会内置 Grotino 来做一个统一的云数据管理。那么小米是已经上了生产那么其实还有哔哩哔哩也已经把Grotino 上了这个生产环境。然后 eBay 和 Pinterest 他们是在使用这个Grotino 提供的这个 Iceberg REST Cloud。 好，这是我的一个今天的一个分享，时间也差不多，最后做一个 summary， 就是通过 Grotino 的话能可以帮助企业那么实现一个多云多类型的这个数据资产的统一的管理，可以实现一个 data 和 AI 的一个共同管理和共同的这个治理。那么在这个数据目录之上，你可以实现一个 centralized 的一个数据治理，还有这个数据合规的实现。好，这是我今天的这个分享，然后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线下交流，或者说也欢迎加入到我们 Grotino 这个社区。好，有小伙伴有疑问的这个可以现场答
哎，老师您好，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这个 Unified Metadata，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概念。那在大数据领域之前大家去存储这种 Metadata 的方案可能用的是 Hive Metastore， 所以说在这个新的概念出现之后，那它肯定会面临一个迁移的问题。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对于存量的这些用户的迁移，尤其是涉及到元数据的权限方面的这个迁移和对接，它成本是不是会非常大呢？如果大的话，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呢？好，这是一个好问题。首先一个，您说那个统一元数据，它是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吗？其实你放在海外来看的话，这些统一元数据它并不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东西。比方说早前已经有好些个项目。比方说像那个 Open Metadata 啊，比方说 Data Hub， 那么还有一些这种私有化商业化的这种产品啊，叫 Calibre 啊，不是那个叫Outline Alation 对吧，Calibra 其实硅谷有好多公司的但是我们看到就是 Open 的 Data Catalog特别是在 Apache 的 Governance 下的这种产品几乎没有就只有像我前面说的 Hive Catalog， 而且就是说今天很多商业化产品跟这个开源产品还是有区别像我前面提到像 Data Hub Open Metadata 还有这个 Alation 这些，他们更多的是偏治理它是 for 人使用的，但是 for 这个引擎的对接几乎没有。那么我们是希望能够有一个统一的一个Catalog 产品，它是 for engine 来使用，然后同时可以 for 人来使用就所以我们有了像 Spark、Trino、Flink 等等这种各种的这种支持，所以也导致它其实还是相当复杂的一个技术产品。那么对于您刚才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很多 legacy 的这种 metadata， 比方 Hive、Metastore 对吧，那么它迁移是不是一个会比较复杂的过程？那么这里分两点，那么第一点的话呢，格尔天诺在做的时候就考虑到有很多既有的这种元数据系统，或者说既有的 legacy 系统，所以它里面的元数据我们分两种一种是external 的，一种是 managed 的。比如说 external 这种，其实你就把你的 Hive 的这个catalog 注册进来，告诉我一个它的地址，然后它就可以来访问来使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更多的像一个透传的这种模式也就是说你并不需要迁移过来，但是通过我的 API 就可以访问到它。然后第二种模式就是你就一个完全新的一个 catalog 在这边创建，然后在这边使用这种的话呢是 for 新的这种，所以它有两种此外的话呢，就是说这是 metadata， 比方说 table 这些是可以比较方便接入进来。第二一块就是这个权限，对吧？比方说今天有在你在 Hive 中可能有一些权限，但是 Gartino 又有自己的这个权限模型，对吧？那么这一点的确是后面我们要去解决的，因为 Gartino 的这个权限模型是正在讨论和开发的。那么它完成了之后，那么就会面临到就是说我今天 Hive 中的这些权限，对吧？通过 HMS 管理怎么样把它给 migrate 上来，这里可能会要有一些这种迁移的这个工作。谢谢老师的回答。然后您刚才回答的那个里面有一个细节的点项，再向您请教一下，就是说现在对于这种 legacy 的 metadata 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把它迁过来作为 internal 的，另外是通过 external 的方式。这种方式的话，感觉就是说它的包容性更强，然后对于用户来说也更方便。那对于 external 的这种方式，会不会存在一些在尤其是如果用户自己他是存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那会不会有一些网络上的这种打通的问题呢？对这是个好问题，这的确会有首先一个，因为它是一个 external， 所以我们它的元数据取出并不是存在 Gartino， 所以相当于我的接口上的一个请求，我要把它 route 到这个 source system 中，它一的是个 massive， 一的是 hive， 我要转成它那边的一个指令或者语言来指，所以它在 latency 上会稍慢一点。但是随着后面我们把这个缓存系统建立起来以后，它的可以大大的一个得到一个提升和优化。然后二一点就是说你说这个物理上的这个
对吧？网络的这个原因，对吧？比方说它在另外一个云上，或者说另外一个它有防火墙，有，对吧？那么这个就需要有一些有一些工具，或者说有一些更高级的功能来实现，比方说支持 SSH 的 Tunnel 然后去实现这么一个目的，因为这也是现实存在的，因为多云上不可能它在直接在公网上嘛，对吧？所以我们未来也会来支持像支持代理支持 Tunnel 来访问这个远程。好，谢谢。行，再来一个问题吗？再来一个问题，因为时间这个关系。邵峰老师好，我是张静，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才听到你的介绍里面，我内心是认同，就是 Gravity Law 这个项目在开源的这个环境中非常的必要。比如说像以前在数据湖的里面，假设说没有 Iceberg 这个项目的存在，可能 Databricks 一开始也是没有打算把 Delta Lake 特别多的开源出来，也是先慢慢放这个 1.0， 后来 Iceberg 越来越蓬勃以后才把Delta Lake 2.0放出来，所以我觉得 Gravity Law 在 Catalog 这个方向上的话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对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想拆成两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么多的 Catalog 里面， Gravity Law 怎么去求同存异？比如说存异的话，就是说这么多的产品中，它除了开放性以外，它怎么去重点的建设自己的差异性，然后就怎么解决这个差异性的问题。第二个求同啊，因为很多的用户他有个诉求，就是说我不想把我的数据绑在一个云厂商上，或者说我不想把我的数据绑在一种 table format 上。那对 catalog 它会不会也有这种需求？比如说我不想把我的 catalog 绑在一种实现上，我可能后面还要签啊这样那样。那怎么就是求同？就比如说我 API 上设计要同意啊，有个这样的一个行业标准，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是给将来的这个迁移有可能性的。就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怎么求同存异。对，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非常的难，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要通过 Apache 来运作。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一开始就开源的，然后整个我们的团队都是在社区化的来工作来运作。但是即便这样，我们也遇到一些用户，他们说虽然你是开源的，但并不代表着我就能够用你，因为内部也会有 legal team 的这种挑战，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说给出了一下，如果你能把它捐赠给一个独立的一个基金会，相当于你把控制权交出来他们会更加容易去过 legal 这一关，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交给Apache， 通过 Apache Way 来孵化它，这是一个双向的，一我们把它share 出来。让更多人进来。二一个，我们的用户他也可以打消这个对他的一个顾虑。大家也都知道为什么 Iceberg， 其实 Iceberg 发展很早，它起步很早了，但是发展的非常缓慢，对吧？但是为什么这么些人会用它呢？对吧？大家都知道 Delta Lake 其实是Databricks 的这个工程团队是很厉害，它的设计啊这些也都很强，但是很多企业还是不会用它，就是因为它带有太强的这个云厂商的特色，对吧？所以最终大家我们看到，就 Iceberg 通过社区的这个运作，反而还后来居上一些。当然这个也不容易，这个也需要非常强大的这个决断的能力，对吧？它有一些固执，有一些坚持。那对于我们 Gravitino 来说的话，我们今天也经常面临到这些，我们今天正在跟社区用户一起来共建这个，就比方说。小米、腾讯、哔哩哔哩，他们都投入工程师来使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肯定会有一些需求是跟他们的实际的，比方说 IT 架构或者业务需求更贴合的一些这种要求出来。那么我们这时候就会在中间也会去做一些思考，怎么样让它变得就是说还是要保持一个更加通用，让其他人可以使用；二要有一定的这种扩展性。可以允许其他用户在上面去做一些二次的开发，来满足自己的这个环境的这个要求，这个并不简单这个确实很考验我们，所以我们也经常有的时候说，不妨再慢一点，不要做那么快，因为做有的时候做得太快不见得是个好事，
我们希望拿到更多的一些一些验证，更多的一些这种讨论，然后再去决定，想清楚了再去做下一步。比方说小米目前投入了10个工程师在这个项目，那么其他的一些公司也投入了不少的这个力量。我们每周都会跟社区有这个会议，然后过去可能是点对点的，下一步的话我们希望把这个会议要进一步合并，让更多的这个社区用户他可以了解到其他人是怎么用的，这个方向是在往哪个方向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我们的一些讨论和这个设计文档我们都要求公开出来，变成这个share 在这个社区里，这也是我们希望就是说以这个 Apache 的这个方式，那么能够使这个项目go far go together。 这个像您说的并不那么容易，但是我们的努力希望能够达到。可能时间也超了一些。行，那感谢石老师的这个分享。谢谢。